随心舞蹈鲍鱼学舞蹈团。好，这个舞蹈团呢成立到现在呢，由依依老师，就是现在在台上这么忙着在帮他们铺这个舞台的依依老师呢，由他来带领小朋友呢参加了许许多多的表演跟比赛啊，而且他们的成绩呢非常非常的亮眼哈。当然啦，老师也很辛苦，带了这么多年纪那么小的小朋友呢，要指导他们的舞步，指导他们的这个手势哈。那么今天有那么亮眼的成绩哈，我们除了感谢依依老师，同时哇，小朋友慢慢走，同时呢，这些可爱的活泼的小朋友也需要大家的鼓励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上台。欢迎小朋友上台。好，接下来要表演的是一首芭蕾舞《缤纷异想世界》。加油，加油！